家好，我是小月，我是小龙，小小龙月又回来了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宝可梦对战。上期我们做了第一次吃播，那话不多说，你今天来开始吧。好的，你的卡片。1 2 3 4 5 6 7。好吧，对了，头还是尾？尾。哎呦妈呀！又是这样，你要团灭我呀！咬住。此处我先给大家守备。好的，拿他一张奖励卡。他把我这给磨死了，所以按理来说你该拿两张才对。我发怒了啊！我看看，
能不能卡？我是只能上他才行，他也上不了。我怎么那么惨？要被人团灭了，就你了。冲水，二果汁。好的，然后还是用不用 burst。这么搞团灭了，最终我身亡。然后呢，再拿两张奖励卡，再拿两个就不要团灭了。保住。不行。Wing attack。又出来这个杀人的，最后一张只能把他秒了。今天时间很充足啊。对啊。这好像是有可能发生的。唉，太可怜了，我拿俩这个死掉了。我就剩110滴血了。后来我赢了。今天这是惨败。太惨了。白打出去这么多了。好吧，团灭最终还是有效果的。你好像在里面夹了一个。我没有夹标签。可是今天的时间还是很多哎。那我们就做点别的吧。干嘛呢？我是小龙，我是小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对不起，我们实在没东西可做了。我们其实本来可以弄一下 trading 的，可是 trading 昨天有点太过不去了，所以我们先再找一找，好吧，拜拜。